各位在座乡亲，大家好。我这个回来台湾时间无久，吼、哦，这么多第七档开始，我伫2024年年底回来，伫澳洲咧多，一头到尾多三档，吼、哦，啊，伫咧奥地利的这个第二个大城市叫做格拉斯。啊，我出生的年代是多是1947。对，今日咱咧纪念我1947这个年份哦，我伫1947出生，1月30，拄拄好48天了，发生意外事件。啊，所以咧，即对我一个所带来，我即个过程中吼，常常拢甲即个年份、即个阴影一直拢有咧做伙，包括反正考这个代志，我12、13岁我就知影。但是讲向清晨的迄个时代呢，是袂使咧讲的代志，迄是种吼，讲其他人伊无做，啊，都咱讲一句话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时代前，我乃知影讲，但是讲向清晨，我一个老师就是上海艺专的老师，迄个学生，伊有对但是讲学做过伊学生，尾来伊一个五车人，转来到台湾了，啥物代志都唔敢讲。含这个叫做真少的台湾人所发生的代志，伊后我唔敢提起。但是实在无用种大家讲哦，你敢知影一个台湾人是个足好？我讲台湾人足好，老师你啊，哦，我想爱个老师袂上好啊，还不熟悉。老师的老师，我讲老师的老师是啥物啊？伊讲陈廷波，真听清楚是。莫讲我，我阿弟阿公是无，莫讲我。我13岁，那只还是错，这是个错的，就是讲过头错的。啊，这个老师真正，教我，伊听我说伊信任我，伊教我这样代志，我为这样代志了开始一直追究讲是安怎的，是安怎台湾人叫我清楚，了我就为这开始过来问，就是他家里讲伊那人无心无水，结果我一次转来问阮老爸，问阮老母。因拢讲，因当然，因唔敢讲有做台湾较早伊不来代志，唔敢讲。伊讲囡仔人有伊无做啦，莫报别门安尼。啊，所以就去想了，颠倒我拄处理讲，代志这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夜专毕业了，做兵煞，我就转来做多嘞。这个可能跟人家转来怎样，就是承担者。伊拄多出国去，啊，迄时阵嘞。我拄好是全国的领导，诶，叫国顶，叫做第一名。所以咧，推荐我去建中去教一档这个历史。是安怎教一档？因为咧，学校内底较早少年哦，讲话较冲动，啊，所以引起这个职业生活去拍倒，啊，所以一定是这个学校内底经过实际训练。所以我伫教一档了吼。好，本来是讲叫我继续读，会当变成正式的这个艺术教育。但是咧，我想是想无妥当，因为我一个老师叫做吴耀宗，可能吴耀宗，李文清老师，啊，迄时阵我拄啊在李文清迄个啊，这个周书庙，可能大家都知影周书庙吼，内底吼，这个正殿内底有八对浮雕吼，上早浮雕迄个我做。在台湾可能第一个真正的公开场所去做浮雕课，也是为我开始。但是那是我在第四个，我但是心内感觉讲吼，这个社会甲我的迄个思考的方式都唔同款。包括我那里讲的出来，我伫建筑的时候叫做一个做基督教，基督教的学院在北，在基督教学院，有伊啊，像伊啊演讲。我嘛从个建筑教育内容，我底下搁再讲一届，所以啊，代志安尼，等于就做没完没了。开始就有人甲你对谈，讲啊，想着你讲这，想你用过来做地方。所以我以前就大家讲，我不老断代，叫吴彦祖，因吴彦祖会听，包括我伫建筑教主的讲话甲内容，已经是着迄个人经过。所以我看。228屠庄之后的白色恐怖思想界，这是1970年，最多1970年。了，我就开始办手续，到1972年，我就去奥地利的维也纳艺术学院。
所以那艺术学院的我的资料，去得了一个欧洲的迄时阵什么三个大师，雕塑的大师，可能我告其他两个人，大家拢接清楚。哦，一个就是亨利莫，英国的雕塑大师，另外就是贾克梅里，存在主义的雕塑大师。另外一个就是我的老师，叫做沃特鲁巴，李沃特鲁巴。这个教授呢，迄时阵真有名，但是尾啊，咱即马真少人去听过沃特鲁巴这个人。但是迄时阵就三欧洲三大师，中欧三大师就是第三个。啊，我迄时阵感觉讲足，感觉讲足欢喜的，当得这个欧洲的三大师之一。但是呢，好景无长，三等了，我这个教授啊。在贵溪，哇，在贵溪，伊的年岁是才69岁，甲我今麦都差不多在贵溪，哎，所以个个是真真旺、真出名的时阵，搁真有成就的时阵，贵溪。啊，你知影这个，我毕业，海大校离开了嘞，都开始嘞参与这个同学会活动。你知咱台湾的同学会伫海外嘞？共产是一个对共党是一个非法的组织，第二无归单就是这个地南洋，不是地南洋，那个做，这个叫差事，那个陈长，啊，陈文成，陈文成是第一个，美丽岛事件了，伊去募款，要回来给台湾帮助这美丽岛事件的诉讼啦，包括那个所有的援助，哦，总共才5000块美金。5000块美金嘞，对迄个时阵当然是真侪钱啦。但是呢，我寄转来台湾时，迄是无偌济。为了这5000块美金嘞，我听阿家讲吼，这5000块美金嘞专案哦，叫做彩虹专案。我想啊，唔知影这个案的人哦，彩虹专案的人，印度是甲马英九有关系。我听你讲的，开会都在看那边。迄个彩虹专案哦。将陈文成甲拍做一个，就是叫做做替这个台湾的这只，较早伊个都是叫只替募款哦，集资募款。结果咧，陈文成这个人铁弟吼，伊很小28岁就做教师，结果伊就转来转来台湾，伊年转来台湾是台了请，台了请，转来台湾咧干，应该了还是做哦。迄就是咱所在当前的大概图书馆去注册什么票啊，迄个校务内底，就是这个事情是安尼。但是我感觉讲这个事情就是迄个打小报告的结果。这个打小报告内底的东西，从共同的迄个打小报告迄个体制的话，首先这个海外有名单，我本人呢参加到会了，嘛是伫这个有名单内底吼，一直拢。我简单讲，我都唔敢转来台湾。迄时阵咧，是陈文成事件了，造成个地震人唔敢转来。唔敢转来原因就讲，我无需要跟伊调一道，转去袂袂冤枉来，生命来牺牲。啊，我也是其中一个。啊，所以咧，甲1988年、87、88吼，迄时阵才改转来，我证明国死。死了转来咧，真正无办法。那时阵，当然开始有人跟踪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我们请你吃饭啦，啊，你创啥做啥，反正迄个时代咧，又多又少概念了，即部片啦，所以咧，啊，讲是真正讲真像即马，即马当然比较早较好啦，但是自从2008年了，我想啊，不代表土地。我是简单来叙述一个我伫海外一个过程中，甲转来理解，迄时阵所接受的迄个感觉感受。但是咧，我当时的思考了，我认为讲台湾是咱的故乡，咱的祖国。咱若是讲只是讲行呀，老登外国，有登啊，这是上错误的看。因为较安怎，你若惊伊登外国，你嘛是相当那流氓的，敢那真是哦。那底下无一个根本的树，所以咧。因为我个人伫遐去做我诶教学工作，包括我家己做一下新生意，所以咧一直拢无真积极讲要倒来
七当前咧，我才决定讲吼，安尼毋是办法，因为咧，我倒来台湾了，我会当替台湾做一寡我会当做代志。我迄时阵就想讲吼，以我伫海外时的训练，甲伫住伫台湾伫较早时阵所受的训练，我会当选择，我会当做啥物工课。伊当然只政治性的物件，政治的理论，咱有足优秀的只议员，还是委员，还是讲这个前辈吼，包括伫早期只有法律有政治的人来发言。但是咧，有一个区块吼，足少人去参与，而且去发言，就是文化这方面。在文化这方面咧，结果咧，我是想讲文化，你嘛爱有一个路线去选择。我选择就讲，以我的专长，我虽然是一个做雕塑做多年的这个创作家，就是创作家哦。但是，我有受过足久的外的训练，而且伫迄个维也纳艺术学院的时候，受到这个授课，可能大家看到我授课有一种感觉，就讲那是分离画派哦。后生的分离画派了，我是对迄个主流过来。所以这方面呢，我也当时有看到方面呢，来提出来贡献台湾，就是讲从咱台湾呢文化上，提出现文化上我这方呢做雕塑，我做雕塑呢，当所做的代志就讲，咱台湾会支持下未来的政治人物，也是对民主贡献的人，也是对文化台湾历史改变的人，这人呢应当来做点记录，这就是我当来台湾哦，尾啊。所是的一条我会当转来当做的一条路，我感觉讲这比较是足少去想，足少去做。啊，我家己过这个责任感，我来做这可能是真正适合。因为你要拿麦克去讲，说到人讲来武装革命还是安怎，迄个拢无在调。哦，我嘛是会反调。哦，啊，而且我这个创作的时候，我打算我工作室内底一工八点钟哦。除了家己去洗手房以外咧，我无食物件无通去。我即款的出个所在就是讲，我会当专心去做一项工作。啊，哦，包括我即摆，我讲我个人即摆咧，我咧做单田人的商哦，伊迄是一个专心的吼。我会当想着在内底六点钟哦，可能去一间洗手房，剩的以外拢是遐无食物件无通去，嘛无流水。啊，咱甲江小倒咧者。我们呢，有一个群哈，啊，就是个自由，要给他听到，自由之意，自由的习惯，这就是郑南榕墓园的纪念所，纪念碑，纪念坐像。啊，请你就这个自由之意，这个郑南榕的纪念坐像啊，做你的力量，简单的说明。好。